啲抽象畫已經好多人畫咗噶啦，所以我哋揾一個新創作嗰件好困難嘅，所以我就係攞翻我自己嗰個文化地夾埋一齊，創作一個新創作俾我哋亞洲人。我的名係DanHôo’s，法國巴黎嚟。要俾亞洲人俾佢個感覺，即係新鮮啲咁啊！我用啲色彩都即係形容我哋人類嗰、那個我哋個生活啊，我哋都係好重要，需要啊風景啊，同埋水啊，即係好多嗰個色彩啊，叫做色彩都好重要。我的創作畫出嚟，每一個人的諗法不同，同埋俾每一個人的感覺，每一個即係睇落去唔同嘅畫係我哋愛嚟睇啊，係咪先？個畫唔講嘢啊，係咪？我哋個畫最重要係用我呢個感覺。